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智光話：政府聽日將會公布強制安老院舍員工要喺下個月14日之前進行病毒檢測，員工如果唔遵從或者唔可以翻工，就要求咧啲人士咧會喺12月14日之前。12月14日之前，系啦，喺兩個禮拜內咧就要做一個嘅測試。員工嗰、那個，因為佢會接觸即係好多好多我哋嘅即係院友啦嚇，咁所以嗰個情況係我哋特別緊張嘅。咁因為實際上一般咧就嗰個病毒唔會喺間院裏頭生出嚟嘅，係啲外邊帶入去噶嘛。頭嗰兩個禮拜裏頭咧，我哋盡量係勸喻啦，再唔係就要罰啦。再唔係就真係唔俾得翻工啦。咁即係因為始終嗰個保障個健康同埋生命係相當重要。